我赞成。好，我重申一下，我们只是了解情况，算不上突击检查，更不是抓人，那是公安部门的事儿。哎，开慢点，小陈，这什么地方那么多车？这是镜湖的娱乐城，也是个高消费场所，够热闹的。哎，我们拐进去，就到这儿看看。停到后面去。听这个小伙子的，把车推到后面去。对，去吧。到后面去。哎呦，文市长，哎呦，高书记，你们这是、哎、走，你带我们进去，看看处以上的干部的高消费，还有你马上给我把停在门口的1000号以内的小号车牌全给我抄下来。好，文市长，我马上派人抄。高书记，那哎呀，文先生，走走走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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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生，哎，这来吧。你是这的负责人吗？啊，我是。国家有个劳动法，你知不知道？上市啊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正气，劳动法明确规定不准使用童工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是啊，可我从来没用过童工啊。你去查查。小花，你现在就在使用童工。走走走，童工。来喝酒。高书记，高书记，哪个局的？姓名、职务。高书记，我们都是陪客人们来的。陪什么客人啊？啊，欺负高书记不认识你们呀？赵局长，你给我说说看，这里边哪一个是客人？不都是你们国土局的官员吗？你们马上到市政府报道，都听见没有？这个包房一个小时多少钱呢？谁是领班？我。说。1小时500元。这酒水不在其中吧？说。酒水另算 ，XO 很贵的，他们也是偶尔点一次。瞧瞧，点了3瓶，真是大手笔呀、啊。你看像不像血？老百姓的血呀、啊！我们党的形象就毁在你们这帮人手里。中国的事情就坏在你们这帮人手里。你记录一下，快！好，都别走，把你们的姓名、单位、职务都登记一下。你那辆泥塑车停在那边呢，这时候还用车？拜托你了，先寄放在这里啊！哎，你们的车！哎，先生，你们的车在那边。哎，老孙，哎，他们结账了吗？哎，还没有呢，客人都走了，咱们去看看吧，啊、快点，走！哎呀，哎，去看看，小伙子，啊、哦，把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我没有身份证。我只有学生证，他是个学生、啊、我是明阳一中高一的学生。高书记说的童工就是你呀、啊、我又不是正式工人，我是周末打工的，国外都行的。可这是在国内，又是高书记的指示。小伙子，你得离开这里了，咱们快走。老孙，给他50块钱，让他马上走，快走吧。哎，这么说我提早退休了。嗯，哎。
孙阿姨，我会想你的。哎，小高，阿姨也会想你的。啊，孙阿姨，哎，你把这张50的给我吧。哎，拿着吧。我喜欢大件。哎，阿姨，哎，小高，我看不会有假的。这件不行，人家都说是假的。哎，没事，阿姨，我就要它，我就要这张50的。小高，如果是假的，你给我送回来啊。哎。哎，高书记啊，您的包。嗯，嘿，我忘了。哎，我这没什么事了，你早点回家吧啊。好好。爸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妈都睡了。爸，我昨晚就想跟你谈谈了，你不能老是这样不理我呀。妈，你看我爸怎么这样啊，真是的，官越大谱越大。怎么这么跟你爸说话呀？爸，我真是不是故意触你阳相。嗯，你给我长脸了是吧？我应该感谢你对吧？啊，梁丽啊，咱们这儿子可真有出息啊，干上保镖了。妈，你别听他的，不是保镖，是保安。哼，去给我弄口吃的，我饿了。爸，你们要不是这么干，我真的对生活没信心了。你把社会给看透了。嘿嘿，你爸爸我还没把这个社会看透呢。现在下岗职工实在是太难了。哎，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孙阿姨，她竟然把我扔在地下的那个大肥肉给捡起来吃了。她把我们发那个盒饭还要带回家去，可是那个大胖子陈总顿顿跟小姐喝酒。你呀，总算看到生活的沉重一面了。请问高书记在吗？哦，是你呀，啊，吴老师，你有地震报告，把它交给我吧。来来来，给我吧。不麻烦您了，我直接找高书记就成。哎，吴老师，没有事先的约定和安排，不能随便找市委领导的，这是我们市委的规矩啊。可是我们金校长说了，让我直接找高书记的。金校长说了不算数，这儿不是名扬一中啊。吴老师，把报告给我吧啊，给我吧。来，刘主任啊，你就让我进去吧，今天是好事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。哎呀，吴老师，把报告给我吧，我替你交。哎，刘主任，你给我吧，你不能进去，你没有约好啊。哎，怎么了，刘主任？高书记，是我，吴老师。哦，小吴老师啊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高书记，我是来找您有点事儿的。哦，刘主任，那就让他进来说吧。啊，回去找你们金校长算账。高书记，这是我们校领导让我交给你的，我怕见不到你，还给你准备了一封信，没想到今天还挺顺利的。哎，你这个小吴老师啊，还挺会走上层路线的啊，你把这个交给秘书处就行了嘛。那怎么行？这封信千万不能交给田秘书长，他这个人一口一声小姐，油腔滑调的，上次明明把我那份报告给弄丢了，还骗我说存档了。哎，这个田秘书长你现在想见还见不到了呢，升官了，到烈山去当县委书记去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高书记不用了。哎，高书记啊，来来来，屋里坐吧。啊，坐吧。好，谢谢高书记。来喝茶。哎，高书记，你说像田秘书长这样的人也能当县委书记，我看提拔他的人肯定有病。高书记，你可是新来的，你可别被人骗了。哈哈哈哈。哎，你胆子不小啊，你敢当面骂我啊？啊，不是，是你呀。啊，是我提的。哎，不过你别担心，我不会报复你的，误伤有君嘛。啊，喝茶吧。哎，对了，高书记啊，这儿有一份请柬，我们金校长啊让我亲自交给你。今天可是我们名扬一中天文楼奠基的仪式，金校长说让您亲自去参加，这可是我们名扬一中全体师生的一件大事啊。什么时候？今天早上10点。今天早上10点？嗯，怎么不早通知我呢？
校长说了，这种事儿提前通知等于不通知，你们肯定不把它列入日程安排，还不如临时抓瞎，抓到了就算运气好。嗨，这个金校长，他可以把这个交给刘主任，让刘主任交给我吗？千万不能交给那个刘主任，要是交给刘主任，我看他200%存档没商量。高书记，您就再支持一回吧，要是您不支持的话，我完不成任务可不能向校领导汇报。好，我看看今天上午有什么安排没有。哎，巧了，今天上午还真没有安排。哎，真的。小武老师，你运气可真好啊。哎，你这个抓瞎的主意成功了。这谁出的主意啊？你呀、啊。哎，小陈啊，给我备车，我要到一中去一趟，马上啊。太谢谢您了，高书记。同学们，老师们，我们全校师生员工盼望已久的天文楼马上就要动工了，奠基仪式。金校长，市委领导们来了。哦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市领导的车队已经来了，乐队预备开始。喂，喂，你好，是办公室刘主任吗？我是高长河的爱人梁丽呀、啊。哎呀，梁医生啊，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打他办公室，他没在，手机关了。哦，我找他有事，他到哪去了？啊，梁医生啊，是这样的，实在是不凑巧，高书记啊，今天一大早就到明阳中学参加天文楼的奠基典礼仪式去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你们家高强就读的那个学校。高强这小子上不动脑子的课就来劲儿。男孩子嘛，大都喜欢上体育课。哎，高强坐在哪儿啊？哦，就这张。哦，高书记再回想当年吧。是理科大学12年，弹指一挥间呢，我现在有两鬓斑白。